这个外面讲得较紧嘛吼，啊，咱才着免去做这个解说吼，做下做结论啦吼。啊，或者以前用圣礼修道为要，修道者以前修吼，讲学实践为要吼，咱今仔日必然爱合一嘛，吼，栽来啊水。一不来种的，栽了恁爸水，无再下要种哦。所以人讲啊，讲生囝简单，饲囝困难啊。重点是咧过程，哦啊，对这过程啊呐，是一步一脚印累积出来。哦，只要你有心在行，咱今日到，我特别拢到台南，台南，伊咱条件好个，伊我好在面个咧，我有热心，我几个啊，有当头咧，哦，啊有条件嘛真好啊。看要坐高铁啊，要开高速公路啊，像我这阿爸的啦，什么条件拢无问题，行会到的，会啦。一点钟，行五公里，骨力行行五公里啦。一点钟，凡一天咱八点钟到，正常上下班八点钟啊，咱行四十公里啊。那而且到台北三百几公里当中啊，咱无久就到，换车就到，唔行到位啊。就是安尼。啊，你若唔累，唔行的，都有条件学直升机呢。对啊，就行十天到啊，直升机搁伫厝啦。所以咱一定爱真正哦去做出来。哦，按学道理，就是咩啊？要学这钱，就要安尼洗清着咱一切的污垢。哦，一切的污垢要还，不要原地烧焦嘛。所以一定爱修，但修呢，爱修到以真心在食啊吼。所以学道甲修道两个是啊，会去个手同款吼。啊，一个手中心，一个手背安尼吼，两个是连做伙，哦，爱知行合一啦吼，哎，咱就是照着行道，咱才好修的。啊，修就是啊，修的要照咱所知啊，行道所知啊，咱尽力去做，所以爱来实践吼。所以咱看咱每一个人安怎做啦吼，所以咱今仔啦，修道是对，一分钟修道路，有影做来无久，另外对，咱修行就是对啦。哦，啊，心啊，用在心上就对啊。好啦，跟着蜜蜂走，就能够啊啦，赏花朵啊，是不是嘞？啊，你跟着蝴蝶走，马上赏花朵；你跟着苍蝇走嘞，你都爱到处走。今天啦，哎，来到云层，哦，来云层对了。跟着前生们走，让着他见识，一点点道理。哦，所以就看天空一堆，啊，时间都一堆。用两个时间去做，是咧花莲酒店，啊，伊在踮厝咧看电视，算在当玩具。啊，当然，一工过一工，伊大高音，以后呐，感觉无达到着咱的这个无条件啦。其他人呐，咱时间去练经典嘞，哎，咱是了听的。虽然讲经典真深呐，吼，啊，咱看无得呀，然后以为算了，一边看无，两边看无，三边看无，四边看无，五边哩。小我有这个，意思是讲迄个小我透油破面啦，透油破面啦，你加看物件，十届，到尾哎，原来就是安尼啦。迄时啦，迄期是伊啊，到尾是咱的欢喜冲冠呢，迄个欢喜冲冠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迄个想啊，想啊，啊，时间可能想，就想到这个身份啦吼，啊，因为咱透我讲吼，啊，先超过这个五分钟太长了吼，啊。对啦吼，不打不起啦吼，基本上千点咯，还不如咱南边做个真正不错所在，啊，盼望咱春节呢吼，啊，有我的亲戚个家头啦，这有我吼最大的这个盼望，哦，因为毕竟有我跟你喊啊，大家共修，大家互勉，哦，伙伴互助，哦，最后祝我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龙腾康，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主公，昏道主公，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讲师。
现在是休息时间。